我是薇安。明天4月18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牡羊座的朋友，事事亨通，可以说是心想事成哦。双子座朋友也不赖，很多计划跟进度都可以提早完成。而摩羯座的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而且偏财手气是旺到不行。不过三个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心了。射手座朋友要特别小心，工作场上有做白日梦的倾向。水瓶座朋友特别要注意，容易丢钱包，还有丢三落四。而双鱼座的朋友在感情上要特别小心，很容易引发一些不断的冲突哦。不要忘了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，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8；土象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数是9；风象朋友是紫色系，最佳数是6；水象星座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幸运数是3哦。